轻一点啊，因为我的脸是 plastic 做的。Sorry 啊。下个礼拜的大 event 记得到哦。嗱，呢个嘢。好，该晒，走先啦。Pinky。Hey。我想问哦，你刚才说的那个大 event 我也可以跟吗？Sorry 啦 ，Pinky， 嗰个 event 你知噶啦，净系 senior artist 跟得嘅啫。哦。那如果下次有 event 的话，你要早点跟我讲啊，你知道的啦，我家住很远啊。好啦好啦，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啦，好冇？嗱，呢个你嘅，该啊。谢谢。你今天好一点吗？医生怎样讲啊？医生刚来过，他说我好很多了，下个星期就可以出院了。娘妈等不及了，好想快点回去打太极啊！对了，你的工作怎么样啊？哦，还是一样咯，日期都还没有定下来，所以还不知道。哇，妈，谁送你这样美的太阳花、啊？我那班打太极的朋友，慧萍、你工作慢慢来，不必心急。有一天你成名了，那些大明星啊，就会抢着请你帮他们化妆的了。妈，喝水。我已经到了。这里这里，小姐过来。来，坐坐坐。你好，这是我的 portfolio。嘿，这个啊。好像是名牌嘞，里面的东西啊，一定是很贵的吧？这个啊，这个是我存了很久的钱才买到的、啊。我的梦想是做化妆师，要实现梦想是要做一点投资的啦。而且哦，你在这个箱子。OK OK， 我现在过来啊。哎，小兵啊，我们走吧。啊？哎，开工啊！来，快点走吧。现在。啊，对呀、啊，来走走。老板。哦，我忘记拿了，海雪。其实我们的工钱是怎么算的啊？哦，几两吧，200。几两？每年啊。在这个时候啊，每个星期啊，大概5-3两了。这样不是很多？对呀、啊，来，我们快点走吧。哦。到了，我们进去吧。哎，小兵啊，来，快点，我们进去。
这位啊叫神波，他是负责葬礼，行把人做到完的，找棺材啦，找筛工啦。哎，这个是怎么样的？他就自杀了。哦，哎，这个引导年轻叫 Alex 啊 ，Alex 啊，他是负责布置灵堂的，你知道了，有很多别灯的，有道教的，有佛教的，还有基督教的。来，我们进去吧。进来啊，小飞。来来来，我是负责尸体的，要替他们啊洁身、换衣服、化妆，还呀打防腐剂。你呢，就是我的助手，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你是不知道，我要请的化妆师啊是给死人化的。你的传单里面都没有写。哎呀，我有叫那个 Alex 写的，我不知道他写些什么。老板，我不是给你看过我的 portfolio 了吗？难道我看起来像是一个会赚死人钱的人吗？Sorry， 其实跟死人化妆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糟啊，只是这次的 case 啊特别，神父跟我讲是自杀的，我就以为是割脉或者吃药的，谁知道是从高楼跳下来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再讲了，我可以走了吗？你拿着，你应该得到的。那我可以走了。小姐，小姐，真感谢你，可以早日回家安睡，真真是感谢你。你再考虑好吗？Hello， 嘿，又有一例进来呀！啊，我就快到你家了，你准备？你为什么知道我家地址的？那个什么布料，你准备一下了 ，OK？ 喂，我你是大哥吧？我想请问啊，你们要做3天还是5天的超度啊？给有钱的瓦斯哟。啊。这样我先出去。啊。妈妈，你不要介意哦，放松一点，现在啊。我们要跟你结绳，整个身体呀、啊、洗得干干净净，
让你穿最喜欢穿的衣服，你就香香好好的上路了。你 OK 吗？那你就站在这里看我怎么做，慢慢的学。一般上上天色的都是痛到死，整个身体啊都会僵硬的。其实啊，化这种妆跟普通的化妆是没有多大分别的。最重要啊，她的脸颊要暗光光的。小兵啊，你跟我去叫那校男校女进来啊。嗯，哦，你是大儿子啊，来看看你妈妈的妆化好了，看看行不行。你跟妈妈说最后的几句话吧，等一下我要跟她打防腐剂，味道很强，我怕你们受不了。现在你就跟她多说几句吧。啊，对了，你爸爸还在吗？哦，那你一路口纽扣，一路跟妈妈讲，叫他一路走好，去到那里要去找爸爸。妈，一路走好，去到那里要找爸爸。你跟妈妈说不要有什么牵挂，你呢会好好的看着这个家，也会好好的照顾弟妹，叫她安心的离开吧。你安心的走，我会照顾弟弟妹妹了。小心啊，你的眼泪不要掉到妈妈的身上啊，这样啊她会走得不安心啊。讲那些真的有用的吗？有很多事情啊，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的。但是当你最难过的时候，向往生人的承诺，这将是永远不会磨灭的烙印。怎么样，这次还好吧？那以后我打电话给你，你会接咯？其实
我是不介意帮你做这份工啊，只是反正 Kel 那里都还没有 job， 我就先暂时帮你做着吧。小兵啊，以后不要带你的化妆先来了，如果你用它你就不能走回头路。老板啊，男人要不要画口红啊？要啊，哎，不过不要画得太红啊。我跟那过一次啊，家属啊 complain 说我把他的父亲画得好像阿布哦。那一副要15000呐、啊？哇，这样贵的、啊？对啦，就好像买一辆车给你走最后的路程，如果这辆是 Boton， 这辆就是法拉利。又是姐妹，唉，我们这种小地方一直都有人被抢。我做这行这么久，以前是没见过这种情况的。你们出门啊，一定要加倍小心呐、啊。Hi Alex。喂。幸好只烧到身体，没烧到脸，还可以化妆。啊！拜拜，阿妈。拜。阿妈，阿姑，阿金。嗨，威冰，你来了啊！来，叫姐姐。威冰姐姐，乖。哎，好久没有见你，有没有男朋友啊？姑。还没有啦。哎呀，男朋友不紧张的。哎，你化妆师那个工作做得怎么样啊？你为什么当明星化过妆吗？哎，我都还没有出名，还没有这么快有机会啦。不过我最近是蛮忙的啦，忙着帮一些模特儿啊，还有一些拍杂志这样子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我们都走了，还要再行行去上课啊。嗯嗯嗯。你知道咯，现在走后哦，礼拜天也要上学的。是咯。OK， 我们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慧冰，嗯，最近你的工作很忙吗？哦。阿妈，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讲。其实我是很忙啦，不过我不是帮什么模特儿化妆啊。我不懂要怎样讲哎，我其实是帮死人化妆。我以为是什么大事这么难开口，其实那也是一份好职业啊。那你看过很多死人呢？是了是了，第一次的时候啊，我真的是很怕的。有嘛？我还以为你会生气我，我该都没有讲跟你讲。我怎么会生气？生命就是这样奥妙的，人生也会有一个终点。你看，我的太阳花也凋谢了，更何况是人呢？只要你心存善念，不做伤天害理的事，我们也不该去搬当这些事啊。说不定有一天我死了，你还可以把我打扮得美美。帅帅帅，妈，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哎呀，这份工只是暂时的而已啦，你也知道啦，我的梦想啊。我知道知道，有一天你会到处去台湾啊、香港啊，帮大明星化妆。最好呢，就找一个大明星来做男朋友。妈。哎呀，
我也只是胡思乱想而已啦。而且啊，我只是敢给你一个人懂而已。好了，我们吃饭啦。1、2、3。有两个老婆都这样开心，我一个老婆都顶不顺哦。对了，老板啊，为什么你还不要结婚呢？很多事情啊，你们年轻人是不会懂的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啦，他不会啦，喜欢人哦又不敢去追，结果不是这样咯？啊，你有婚咩？你不是说喜欢人家想追求人家的，你的婚在哪里呀？啊，你的婚嘞？啊，时间到了，我先叫他们点香啊。哎，神婆，拿这个给他。老板啊，嗯，刚才 Alex 想的那个女孩子是谁呀？你们发生什么事？哎，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。有时候啊，有些事情是解释不清楚的。可能我是没有人喜欢我吧，又或许因为我这一份工啊，女孩子看到都掉头走了。Hello， 哦，那个大 event 啊。期待，可以啊！哎呀，谢谢你啊，你最好啊。OK， 拜。老板啊，嗯，我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可以。不过我们先去拜拜。哇，这个胡写料咯，吴刚做，坐落来啊，大女伴都不嘛吴刚做。哎。不过不要太兴奋哦，先把工作做好啊，啊！我再去拿金钻来。我上一下厕所，一下子就好了。OK。What is it? What do you think? Like it? Eat it. Come on. Change.接一个电话。Hello。Thank you.
这一次就由你来吧。你准备好了吗？节哀顺变，不要把眼泪掉到他身上。那好，我们开始吧。用我的吧。行啦，我会好好照顾我自己的。你去到那边之后啊，记得帮我跟爷爷打招呼啊。如果你有见到爸爸妈妈的话，要跟他们说我做得很好。还有啊，我等一下会帮你多收拾几件衣服，到时候你就会跟你好朋友去打太极了。你还记得我喜欢太阳花？哎呀，有些事情啊，不是说你想忘记就可以忘记的。哎，怎么样，身体还好吧？哎，不好了，我老了。医生说不能够再开刀了，至少我没有这么辛苦了。那你的情况跟家人说了没有？没有啊，该走的时候就走，没必要让他们担心，好像要等我死这样。你不是常常说这种事是没有的准备的吗？你孙女还好吧？还在做追星梦，不过
我看没有这么容易了。他一个月都接不到一份工，有时啊，又要到很远的地方工作呢。哎，不如我们……哎，不，这个不行，这个是不一样的。我知道不一样，哎，我是认真的，叫他去帮忙你。他不会要的啦，这份工哦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，除非啊，他胆量够大、够勇敢，还有坚强的意志力才行啊。我只有一个孙女，她一定行的。驾车了，驾一个死人头啦！哎，这列是安怎的呀？卡车弄会倒架咯。哦。期待。